订阅分享小铃铛，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，今天七蛋复健治疗室又来啦。今天一样是我们肉肉先生齁，然后这个模式是蛤蜊。那可以看到今天这位肉肉先生使用的是这个灰色的 Zap 齁。然后这个一开场呢，就直接先从左边这个场地，其实就是大家都蛮讨厌的，我个人其实也是蛮讨厌，就是高高低低的又不好走。看刚开始就先对到这个古人豪，哎，这个今天肉肉先生的手感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这个灵活度倒是蛮好的哈，这个感觉好像有先热过身哦 ，nice nice， 一开始就先抓掉了这个寿司哈，然后马上的开了墨甲前进到最前面，现在是四打三的地步，好，敌人刚刚收掉的已经都复活了哈，哇，今天这个手感看起来不错。好，这个在这个毕竟蛤蜊齁，我们是很重视这个团队合作的嘛，那一定不可能是独自冲的、啊、那现在可以看到目前为止这个敌人是几乎都已经攻到家里的，那我们现在虽然说蛤蜊也要急，但我们也要适时看小地图，然后赶紧冲回家。哦，敌人已经准备先冲上一波了，嗯，好 ,OK, 好 ,OK, 先收掉一个，但是对手有没有继续呢？好好，这边可以抓到 ，OK，Nice，OK，、OK, 抓到两个。现在对手虽然说刚投进第一球，但是，还可以65-100。虽然说在前期上看起来好像是造成了一波伤害，但是还可以接受啊，哦。这个蛤蜊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吃，把场上的蛤蜊都吃干净，然后跟队友做好良好的配合。好，现在我们队友已经先拉掉了两个敌方了。好，现在有六颗，能不能给对手好的传球呢 ？OK, 再一颗，好，刚好墨甲开下来，好，队友都上来，后面还有一个，这边能不能抓到 ？OK, 先抓掉一个。好，现在球丢进吗？哎呀，可惜啊，被这个中滚直接就劈回家了。68-65哦，已经算是直接投了，还不到两球，但是还可以。OK OK,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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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, 队友的表现非常不错。这个时候就不贸然前进了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倒二了哈。那对面呢是这个金色的双枪，然后中滚，然后劈枪、泡泡劈跟这个寿司。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们这里是狙击跟钢笔吧，还有落叶吼。这个时候呢，哎 ，OK, nice, 队友也抓掉了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地图一图，把蛤蜊吃一吃好了。声带有9颗蛤蜊，也算是蛮有具威胁性。OK, 现在这是第10颗。OK, 现在队友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偷一波呢 ？OK, 天哪，我们这个年弹竟然可以捡到敌人。还不错 ，OK, 能不能？哦哦哦，危险！啊啊！哎呀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是在敌方家里，常常我们的墨里面都会有躲敌人，所以大家要小心啊，不要贸然前进，尤其是这个大球也不要这么快击满，很容易就会被大家发现。我之前很久以前做的那个小的那个也是有跟大家分享。OK, 现在怎么样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nice nice, 哎、欸，这个看准敌人抓到这个 ，OK, 我、哦、现在有点紧张，现在我们是1-3、1-4哦。在这里蹲一下，好，有人来了，哦 ，nice, 哎，可惜还是被丢到，但是有阻止到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后面还有一个哦，来看一下现在要怎么样追这一局呢？能不能有没有什么制胜点呢？一个关键的制胜点哦，在这个 X 代最重要的就是。场官哦，整个战场的观察，看什么时候进攻，什么时候突破，什么时候抓到敌人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哇，糟糕！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嗯 ，OK OK, 现在这个操作有点看不太懂。好，墨甲开下去了，应该可以冲一波。现在身上有9颗，我们有23颗，对手11颗，56-47。啊，中滚现在一直在压制哦，钢笔跟中滚怎么样？飞起来了，哇 ，nice, 哇塞，可以抓到背包这个，我看这感觉是运气好在打到的哦，但是这打到就是打到了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、哦。OK, 现在导弹开下去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往前冲呢 ？OK, 现在从左边走，哎、欸，好像不太好。右边这里有机会，可以来投。哎，好，那接下来能不能连续进攻呢？啊，看来好像没有机会，但是蛤蜊还是要吃一波。OK,
Nice， 我们拿到一个 OK， 好带掉一个。那我们的队友呢？剩下15秒了，我们现在还是落后的状态哦。有没有机会？啊，现在这样要怎么赢？剩7秒了呢？OK， 吃到2 1，现在很关键，现在很关键，怎么样？现在2-2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可以逆转胜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呜、哦！哇塞，差一个，哇，糟糕，倒二，差一个，oh yes， 这是关键的一球啊！关键的一球啊，非常非常，就是怎么说这个完全是要感谢队友，哇塞！这个已经算是，我觉得算是你平常有在做好事齁，那个你的队友就会好好的给你一个帮助。哇，不错，这个可以有这个15杀，好，不错。啊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场。哇，刚刚那个整个逆转，我已经有点惊讶到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了。好，第二场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4K 跟金喷，然后还有浴缸哦，然后对手是红双香槟跟这个 Nova 还有鼻息。看起来是蛮难缠的一队啊，因为通常我这个个人跟狙击一队的时候，通常我的状况都会听说非常好。我们这队的状况，因为狙击是一个非常高技巧的，你不只是说你要进攻，你偶尔还要保护一下你的队友哦，毕竟狙击是很容易被抓掉的。你看看，马上就有人杀到家里来想要抓狙击哦，好，赶快先去帮队友。对 ，OK， nice， 这非常重要哦。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下，这个和观察队友的状况非常重要，因为2-1总是比较有利的，就说大部分情况下 ，OK， 导弹来。现在是18颗对10颗 ，OK， 现在有人吃到球，这个是很好，马上抓到一个 nice， 若若先生今天的状况还不错 ，OK， 再来一个 nice， 非常好 ，OK， 现在我们数球上去，我们也跟着上去，哎，刚刚怎么莫名其妙杀了一个人呢？可能是墨甲吧。好，现在7-4、7-1、6-8、6-5、6-2 ，OK， 非常凶残，5-6，好，我们在这里蹲一下，偷丢啊，被发现了。我们就是这个时候不恋战了，因为已经是弱势了，我们没有必要一直躲在这个对方家里，这个大家要非常谨记哦，不用说一定要窝在对方家啦，就是哎 ，nice， 抓到香槟，对，这个看清楚状况跟队友配合，绝对还是一直我在重复这件事情，非常重要 ，nice， 能不能抓到 Nova nice， 哇，今天的不错啊，这个手感。这个毕竟这个 Zap 的连射率是非常高的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。好，吃到一个刚刚好，这个天使第一人和第二颗球能不能捡到？有没有捡？哎呀，可惜。队友，哦 ，nice！ 哇塞，这个一连直接进攻到38分，实在是这个连我都想按 nice 啦。好，现在这个香槟想要进攻一波，这个时候很危险，会不会爆？哦，好家在队友也及时。香槟躲在这里，不要给他机会啊！鼻息从后面直接拦截一波哦，1-2哦！哇，糟糕！紫队已经攻进来了，有没有机会防住？不过一颗应该还好，我们不一定要贸然下去，从后面拦截对手还不错啊！他也进2颗，这个时候要小心。OK， 好，5-7、3-8，他们虽然说连投2颗，但我觉得绿队还是蛮有机会的，因为现在也只是拉到了5-5波这个状况。好，接下来怎么样？这里是不是躲一个？丢个，但现在倒一个，对手都还在，导弹红双已经有 OK 开出来了。哦，然后我觉得蛤蜊其实也不能太龟，因为一直让这个队友吃蛤蜊，就是我们其实就很不利。这里有一个抓，哦 ，nice， 非常好。做这个眼睛再看一下，哦 ，nice， 哇塞，队友真的是 nice， 一起出现 ，OK，nice， 你吃几颗？这样给他，他会击到我们后面还有一个，能不能抓到 ？OK， 红双抓到 ，OK， 这个 Nova 怎么样？哇，都看不到了，哇，这个就真的是没办法了。好，现在我们阵地几乎都还是绿色，还蛮不错。阵地真的是蛮重要的，因为这个即便是到高端哦，就算要躲哦，没有阵地也是很难躲的哦。OK， 好，先吃蛤蜊，丢个年蛋。我们左右边看一下 ，OK， 有人了。那我们从哪里出发好呢？好，
稍微观察一下啊、喔。可以上去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有人躲在下面，抓抓抓不到。OK， 刚好有导弹，躲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还不错。哦，阿珂现在金喷还是有倒掉的状况。OK， 呜呜呜呜，还可以还可以。抓快抓快 Nova 啊，危险！可以抓到吗？有机会有机会 ，Nice。OK， 现在剩一个，红双来了，先退。OK OK， 这个时候不要跟红双硬拼哦，这个射程距离大家一定要抓好，他有绝对的优势，我们就是歇维牵制他。好 ，OK， 两颗吃到 ，Bill Nice， 这个不错。然后 OK， 好，现在队友这边状况怎么样？有一颗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啊，不行！哇，两颗 ，Oh Nice， 啊，打爆！哦，不行不行，那个真的不能接，因为那个绝对是火力最集中的地方。我们这时候就是留着，不要死最重要。一秒，好，你们防守住。走，想要走另外一边，好，往上走。啊，可惜啊 ，nice。Yes yes yes。OK OK OK， 这下子看来是稳赢了。哎 ，nice。哎呦，不错，我们今天这个肉肉先生不错，这个表现还不错哦、嗯，这个提供了两场表现比较好的啊、哦，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、哦、，Zap 是这个可以使用这个方式，就是这个手感上呢，连射率呢，哇，这个15杀的表现也是很不错、啊。那来看一下今天的配装怎么样吧。啊，看来这个肉肉先生是刚从1900跑到2000分啊。好好好好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给大家好好的参考一下，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呢，希望给我们的影片一个赞，然后留下你的心得，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七弹复健治疗室就到这边啦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订阅分享小铃铛，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